题。5、4、3、2、1。对不起，不是那个年代的。我对不起，送郑重机。我是宋仲基。欢迎收看《三金默契大考验》，我是 Sunny， 我是丁真，我是阿生，我是梁哥哥。我们今天主题是三金默契大考验。三金呢，顾名思义就是所谓的金钟、金曲、金马。然后我们会分成两两一组，这边有准备好的铅筒，这边我们先分成两个回合。这样有搞清楚规则了吗？有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就来先猜拳，决定那个顺序先后。剪刀手不啦，我们后宫，我们决定后宫，所以阿生阿良组先开始。今天呢，我们输家会有惩罚，惩罚是什么呢？就要喝我们这一瓶超级苦的苦茶伺候，所以绝对不要输哦，绝对不想喝。金正加油加油！我抽，先来第一题，给我一个痛快，给一个痛快。第一题是戏剧组哦。倒过来了，对，他是谁？痛的，5、4、3、2、1，微笑 pass 啊，那个焦来骂，五问号哎，周星，叫你看电视不看电视，然后带来，接下来超简单一点呐、啊，这不是我能决定的，温真豪，哦哦哦，5、4、3、2、1。犀利人妻，很远的距离啦。犀利人妻比较红的。好，我来。我跟你讲，神抽啊！好，完了。贾静雯。5、4、3、2、1。我们远的距离，一样的答案。我知道爸爸去哪了。哎，是谁出题都没中？哎，谁出的题目啦？第四题啊。宋慧乔。好简单的题目哦。3、2、1。太阳的后裔。我对不起宋慧乔。哦。哎，我是雷包哎。我感觉到。最后。宋慧乔，太阳的后裔没错，我对他不熟，韩剧我只认识他而已。汤唯哦，我知道了。5、4、3、2、1，射箭。啊，喝茶。谢谢。还没那么快吧？搞不好平手。好，换我们三立金针组。好了，你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第一题哦。看完前面的表现，我很有信心。第一题。5、4、3、2、1，为了张牙棒子脱皮。哇、wow ！啊，不是很强，啊，不是很厉害。第二题，哦，我不想喝苦茶。哦，这个是两队对不起自己。对，我没错。5、4、3、2、1，玩命关头，对呀，是呀。第三题，好好玩。第三题。我们现在一分哦，这是什么？5、4、3、2、1，大尾牛排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大稻城啊。那就打了。还有烟花。第四题。啊。小老婆大稻米。5、4、3、2、1，钢铁人。最后题哦，我们现在几分？好，张孝全啊，5、4、3、2、1，谁是被害者？哎，嗨，我们现在来第二个那个猜歌手的，哎，要加油一点好不好？我们还有反败为胜的机会。我现在虽然我们落后三分，对了，没事的。第一题哦，好，等等。噔噔噔噔噔，哦哎哎，简单的，娄俊硕，5、4、3、2、1 ，Colorful， 我对不起他，他就那一首最红的，超简单哎，我靠，还有四题吗？
好吗？这个还不会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周末，周友们，蹦蹦来个蹦，一样的吧？不啊，不一样。不要，我受不了，再来个蹦蹦。哎，太多歌哎。第三题。周末就是要放松。好了。黄小虎，这个经典。三二一，没那么简单。好，同一首，同一首，唱不错。耶、yeah ！好感动，我好感动。你抽，你抽，你抽，你抽。再两题，不能输哦。好，陈势安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天后，我也是想天后，但我不知道往怎么唱。最后题给你，我来啊！这个看起来很苗条，不要外国。哦，好，谢经验，平手，平手。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叫我姐姐，哈哈，懂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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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之跳之。现在进行 Sunny 竞争组的第二回合歌手系列。好了，我要来抽第一题哦。好，加油好吗？听说我们一题就赢过他们。OK 的 ，OK 的。第一题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对不起，不是那个年代的。我对不起，送。郑重机，我是宋仲基。第二题哦，哦不行不行 ，OK 的 OK 的，一分。马吉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哇，马吉敌对敌家敌家，你都会啊？对不起人家了。第三题，你送你送，我觉得我牵引不太好。好，第三题，大嘴巴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垃圾，垃圾啊！没救了，我没救了。等一下，好紧张哦。好，第四题，我们只要对一题就好了，就对一题 ，OK。五五六六，最简单哦。五、四，等一下，三、二、一。我难过的是忘记你，放弃。好，我有看清楚。谢谢啦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换你说。我有看出你很难过。最后一题，应该可以的，应该可以的。啊，对了，简单，最简单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就跟你说了分手，不要再听。耶、yeah! ！我们现在来公布总成绩。对。那你竞争组是四班。耶！总是三分，耶！一分不差。然后我们现在赢的要来颁奖，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递奖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哇，熊厉害！各位观众，知道为什么我们都那么强吗？因为我们都用 HomePlus TV 4K 智慧机上盒。里面除了有单片租借可以看电影，以及包月随选影剧，让你追剧追不完，还有各式 APP 让你下载，在家直接用电视下载 KKBOX 看歌词听音乐，更方便的是还可以直接用电视看 YouTube 哦。不管你要追剧、看电影、听歌，或是用 YouTube， 样样都满足你的需求哦。如果有任何想了解的地方，都可以洽我们 HomePlus 中加北建客服询问哟。现在进行我们的惩罚苦茶伺候哦！耶耶，喝苦茶了，好好喝。等一下一人一杯要喝完哦。不要啊！这个我真的不敢喝。到底你先闻闻看，请上。喝，请慢用。谢谢。慢用。啊，干杯啦！来啦，干杯！小杯酒。在右下角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北建活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